淘气包里奇十九，照顾狗狗。孩子们，听我说，我刚刚做了一个照顾狗狗的时间表。时间表？那上面写着谁喂狗，谁带狗散步。嘘，汪汪，这是关于你的事情。早上李奇来喂饭，晚上李安来喂饭。好的，妈妈。星期一到星期五，李奇可以晚上带着汪汪散步。周末我或你爸爸可以带他散步。我也想带他散步。对不起，李安，你太小了。不过你可以帮助你哥哥。我不需要帮助。李奇，要对妹妹好点。她只是想带着汪汪散步。好的，爸爸，她可以来帮我。现在你们带她去散步，怎么样？好的，妈妈。我也去，我也去。李安，你把这个球扔出去，越远越好。我要和汪汪比赛，看谁跑得快。